小石头，爸爸，我走了，照顾好自己。小石头，你最细柳碰到的那个人，是王小石吧？他已经死了。难道等风再起，途中便是荆棘？我多想自生自得，我能给你一切，奈何？却要立功立业。你想要的，要命，要权，我都可以。 不如要钱要命，可是你为了这一切，可以做到哪一步呢？六亲不认，手握生杀大权，绝情绝义，有谁还敢心惊？叛徒！ 叛徒，早该知道你是一个喂不熟的白眼狼，不要脸，不得好死！你真的要这样做？可是夜已成老，浮生不得归巢。